叫卦算的，算卦。卦。小练，师兄好。那个师兄今天找你来是这样，公司有通知想要给你们。什么鬼？请于明日上午9点在公司集合，参加寒假练习生合宿训练计划。喂，谁啊？哎，这个合宿训练计划。合宿训练计划。合宿？是啊，对。这次参加这个计划的还有谁呀？啊，师兄，要不这样吧，五哥告诉你这次参加的都有谁，你就帮我通知了好了。哦，那好吧。可以。好吧。怎么了？先叫。Hello。Hello。大家好。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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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怎么？别睡了，别睡了，钱有事情，有事情要。有事要通知。就你们。快。快点啊！钱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钱了，现在。你们现在先去舞蹈室，有事，先走吧，去吧。先走完了。下一个同事谁啊？下一个黄麒麟吧。阿华。黄麒麟在哪？这边啊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因为他一般都会在这里看电影。好吧。看见了。谁啊 ？Hello。Hello。阿华。干什么？现在是。先去舞蹈室，然后就有一个里面两个事情。然后呢？然后现在快去。然后呢？你快去吧。快去。去吧。奔跑吧，兄弟。Run。Go。现在去舞蹈教室吧，对，舞蹈教室，有事要说的。哦，那舞蹈教室哎，手机啊，拜拜。对哈，走下一个去。下一个。去看看，应该是小丽。你找他声乐是吧？在声乐教室里的会是谁？哇。哇哦！哇哦！哇，吹得不错。多才多艺。小酒窝还是小酒窝？小酒窝哎。小酒窝。就是现在啊，我们先去舞蹈教室。去舞蹈教室干嘛？等一下有事情要说。对，好吧，先去吧。先去吧，我的海绵宝宝拿着。去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请大家明天上午9点在公司集合，然后参加寒假练习生的合宿。啊？练习计划？合宿？对啊，合宿。就是两个人一起去住。那也不一定啊，万一是全部住在一个房间。好了，三十万大概。
同意的话，向我竖起，可以直接。
真的不在了。四、二、三、两、two、两、同桌们啊，一、开始，开始吧，快点祈祷，我们先开始。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可以。